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生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节目。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SkyWars 啊。那么在这里说一点呢，我们这里呢，已经把语言调成了中文啊。那么这怎么改呢？在点你的人头里面，然后这里有个右下角有个小地球啊，所以球里面有这么多语，这个是英语、德语，然后法语，这是荷兰语，然后最后一个是简体中文啊。那么简体中文呢，现在目前支持的有主大厅，然后空岛战争 SDHC， 然后这个休闲小游戏，然后还有这个导游，然后还有这个叫 Party 啊，主要是就支持这些。好的，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入游戏吧。 OK 啊，我们要开始了，开始喽，3、2、1，看有什么。哎，有鸡蛋，没有要搭的呀。哎，那里有一个，我偷，哎，下去了。哎，嘿嘿嘿，哦呦，这个双杀，可以，冰冰，有方块吗？哎呦，那还有一个，这，哎呦，来不及了。哎，这个自己走下去的，哦，他给我点东西啊，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走吧，冲去喽。哎，这个裸体的，往哪儿走？往哪儿走？哎，他自己掉下去了。冰，哦，这里有东西吗？这左边有人来了，左边有人来了。呵，哎呦呦，又被连击了，被连击了。哦，他队友上去干他了啊！往哪儿跑，小子？雪球放上来。哎呦，这过不去，过不去，这过不去的呀！哎，来了！哎，他给我连接了，好的，漂亮。然后把这个衣服穿一下，看看还有人吗？哦，来人了！哎，来干你！哎呦，哦，哈哈，啊，怎么能这样啊？我半血就上去了。哎，哟，开始了啊！喂，这个铁火腿铁剑，把铁剑拿上。哎呦，铁火腿就给他了。看这里有东西吗？哎，没东西。下面啊，有个水桶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没东西了啊。哎，他有点卡了，感觉。哦，他真的有点卡。哎呦，这坨鸡蛋。哎，他自己掉去了，这，他没武器了，你看，哎，这就刚死了，喝个速度药。哎，你要过来啊，看你往哪儿走，你过来啊。哎，不管他了，哦，不要，他来了，还被我打飞了，下去吧。哎，哎呦，还有水桶，有水桶。哦，好险！头盔，整理一下装备啊，没用的放起来。OK， 这里就顺着这个木板跳过去啊。嘿，哎，这有个人，哎呦，其实容易，哎，我又来一个。哎呦，他给我又被我连接了，哎，下去吧你。哦，他把装备吸起来了，这，哦，他把保护丝给打下去了，这好坑啊，我的保护丝啊，这里还有人吗？哦呦，先是五杀了啊，居然就五杀了，哦，来两个人，哦。哎呀呀呀呀！打不中了。好，六杀，后面要来一个，好像装备比我好啊。来了！哎呦，这火焰刀，哇，哦，被连击了，六杀到手。好的，我选择黄金甲啊。看这里有什么？左右武器，哎，这有方块没武器啊？这他队友已经搭过去了。
哦，有个铁剑、木板头盔，哎，头盔拿上，哎，赶紧过去，哎，他已经都干掉了吗？好的，对，都已经干掉了啊，就方块拿一下，哎，他只有四滴血，裤子给他穿，哈哈，那个人搭过来，那个人搭过来，哦呦。哎呦，队友死了！这 OK。看看啊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先回自己岛上。刚才只能去中间列，把裤子换上。这个放这里，没东西，没有的放回去。钓竿放起来。OK。这个金一身金套啊，一身黄，来抢人桃子，这 他把自己给弄飞了，哎，现在只能去中间了，希望没有人看到我，赶紧打，哎呀，现在够了吗？好像还是挺很远啊，幸好没有人看到我，这搭不过去，这现在可以了吧？哦，这都没人来过的，有弓，身上骷髅，还有铁胸甲，还有力量弓啊，看应该都没有开过吧？看有没有人啊？哦，保护四，可以，方块给拿上。哦，又一个骷髅，保护二的钻石帽子，还有呢？哦，末影珍珠。雪球，可能把它试下去吗？冰，哎，下去了。哦，冰，哎，又下去一个。哎，他没下去吗？现在还有四个队啊。他这里，哦，刚想说要换个鞋子，方块拿上。这小时白在那转圈呢，现在等刷箱子吧。哎，这里还有弓，还有苹果，哎，能打下去吗？能下去吗？哎，下去了好像。哦，现在就那两个人了，我拿弓射他。好的，冰。哎呦，你别躲呀，孩子。哎呀，这。没办法，最好有两个梦影珍珠啊！我找一下打火石。哎，这里先，锋利铁剑换上，还有，没用的给扔了，一身垃圾。先找个打火石。哦，这有打火石。那他们到底在干嘛？但没有第二个梦影珍珠啊！哎呀，怎么找都没有第二个梦游珍珠。把这个打火石拿上，到时候炸他们岛啊！只能等刷箱子啦。走两个梦游珍珠。哎，Come on，他在挑衅啊！这孩子。他那岛上都干啥呢？还有2秒钟刷箱子。哦，有苹果。这哦，好，有没有珍珠？很好。还有其他东西吗？金苹果、绿阳弓、骷髅，你再拿出来一个。可以，然后梦珍珠，两个梦珍珠剑也放上，那准备飞过去炸倒了啊！哎，他那儿没下去了，没东西了，好吧，也没东西。鸡腿二钓鱼竿啊，这个不错了。
飞过去啊，哎，把这个 TNT 准备好。嚯，哎呀呀呀呀，这什么？哦，好可惜啊！我的天哪，怎么可以？好了，开始了啊。Skywars 普通模式，我选大金剑，然后冲中间。看看，这里有什么？哦，铁靴子，金胸甲。OK， 看有没有方块，有没有方块？哦哦，这有方块。OK， 我哎，冲过去喽，冲过去喽。哦，中间就有人了，这怎么搞啊？看他们有人要过来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我队友也过来了。哦，他要下去了，我那跟他一起冲吧。哎，我垫上了。看箱子里应该都已经被人开过了吧？哎，对，没东西了。哎，后面人，后面人打起来了，打起来！哎呦，队友死了。这哎，他们俩好像还不是一队的。看。哦，好的，一身装备。哦，有个。哦，又来一个人，哦，直接被我打飞了，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个胸甲换上，哎，箱子里看还有什么？哎，又有一个人，哦，他们三个还不是一队的，他们三个还是他们两个是一队的吗？好，干掉一个，哎呦，先把这干掉 ，OK， 三连杀应该是。哦，速度药，喝一下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哎，我血不满的呀。这是赶紧先跑。有没有更好装备了呀？先跑。哦，那边哦，他们不过来。先回血。哎，哦，那有人出来了。哎，他没帽子，是个裸装吗？你以为我没看到你啊？哦，小艾里克斯，哎，啊，小幕府就想过来，六杀到手，究竟能不能站到最后呢？这好装备不能让别人给捡了呀！哦，你以为我没听到你开箱子吗？哎，我打不到他。哎呦，这苦力快把我给连死了！哎，我超牛剑道，哎，嘣的一下爆一地。看看啊，把弓给放起来。还有人吗？哦，我现在还有 H， 他们是两个人的。H 队他们是两个人的，这个不好整啊。除非他们一个一个来上，哦，这有金苹果，不错，有金苹果，还有人来吗？哎呦，没有思路了，没有人呢，你都不上来呀？哎，来人了 ，OK， 干掉，有钻石剑，哎，没捡起来，这。钻石剑，哎呦来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就不应该用这个，就不应该那贪心捡钻石剑的，我的天哪，太可惜了呀！你看他要捡钻石剑，然后他有七装备，你看后面来人了，来都来不及，哦呦，啊，好可惜啊！九杀，可以，太可惜了。一个错误的决定。OK， 那么今天呢，虽然这个九杀呀，虽然九杀是没有，但是感觉虽败犹荣啊，对吧？啊，那么就先由于一个小小的错误决定啊，其实钻石剑不用换下来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把看那个人给干掉之后，再吃个金苹果，接着干下一个十一杀，应该是妥妥的没有问题的啊。其实钻石剑呢，就是太贪心了，哎，不要总是那么贪心，对吧？啊。
就因为个小小的错误，好吧。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全程关注，也是不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一下我微博一些特。那么今天节目就先这样了，各位拜拜，记得订阅哟。